态跟4年前相比还是有些不同吧，毕竟不是主场作战嘛，当然还是紧张和兴奋都有兼具的，所以这个状态非常好。对于比赛来说，尤其是大赛，对他想要献给献给祖国，献给国家。Yes。出发，你跑好。高平宇，看一看节奏，节奏。你看咱们这个节奏，咱们这个多快啊！快了，一个直线，跳好，冲啊！冲啊！快点，加油！怎么样？加油！现在已经破纪录了，破纪录了，破了。